来好吃吗？在大家大喊加油下，草屯观光脚踏车正式出发。为了让游客更能体验草屯的人文风情，日前镇公所在镇内热门景点增设借用站牌，让游客更便利借用脚踏车。一借牌，镇公所日前推动观光脚踏车，广受民众好评。镇内有许多公司行号持续热心捐赠脚踏车，数量已达到175部，让前来的游客都能借用到脚踏车。议员廖子佑也欢迎大家前来多利用这项设施，深入体会草屯之人文美景及品尝巷弄美食。来铁佗的这游客呢，会当利用到咱这个观光脚踏车，吼、哦，来做一个深度来了解到咱草屯的一挂人文风情，吼、哦。咱拢知影吼，即卖吼伫市区嘛停车无好停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若用充分利用到这个咱的观光脚踏车来踅到咱这个草屯街啊，吼，啊，甲咱一挂景点，希望讲吼，咱来所有来游客呢，会当充分来利用。草屯拥有好人情、风景及美食，广设脚踏车借用站。议员廖子佑相信，对于想体会市区热闹的游客，或是想融入文化气息及优美大自然环境，将是一大福音，也会提升在地的观光发展。这个集中这所在吼，伊嘛是有这个小镇内底有这个吼，观光脚踏车的租借啊，尤其是咱。在咱草屯这个所在呢，咱由公所来发起吼，来做这个借这个脚踏车、观光脚踏车，这个拢免费的吼，这员工带动着深度的一个旅游啦吼，我想它慢慢的会让我们的所有的游客认识到，对于我们在草屯旅游的一个景点吼，有很大的帮助。草屯每年都会吸引许多观光客前来。镇内提供免费脚踏车借用服务，借此串联镇内各观光景点及相关产业，带动地方产业发展。民意新闻庄博君草屯采访报道。